鞋我穿过，卡进去对不对？怎么样脱掉？不是这样脱掉，是咔咔扇形的。好好玩，大小分身，哈哈哈。大的树屋，可以在上面有个房间，喝咖啡，看360度的风景。今儿个鸭母船就让小妮子我来划出去吧。完全我之前在宜兰没有尝过的口感，难怪这个会得第一。